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38集。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一款赛博坦制的这个三角龙铁渣。那么这是我一位收看我很久节目的观众呢，他在前几天台湾高雄的博二的动漫展上面，他到了摊位来找我，然后我们就交换了一下联系的方式。那这是他这次寄过来让我跟大家一同分享的数个玩具其中一个，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啊。那么他有一些这个留言的让我非常的感动啊，他说感谢我让他的童年很快乐啊。我以前一直觉得呢我是看胡服骑社的节目长大的，我一直以为这是一句玩笑话，现在深深的感觉到或许我真的是某些人一代人的回忆啊。好啦，自吹自擂呢就到这边了啊，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玩具赛博坦制动画片。我其实真的没有时间看，但是这款三角龙铁渣的玩具做得非常的精彩，强烈的可以给大家做个推荐。首先它身上虽然有很多球形关节，但是都偏紧了。然后这位同号他说他有稍微补色一下，可是其实我看不出来他到底哪里补了颜色，可能本来的基础涂装应该就还不赖啊，因为我也有上网去看一下老外的影片。那为什么我要看老外的影片？绝对不是因为老外比较厉害，而是他们就是到货速度比较快啦，所以有时候比较厉害。这个玩具呢虽然是 Deluxe 等级，但它的变形呢远远超出我所想象的复杂。对，这一款的变形会让我很惊喜，它完全颠覆了我对目前官方第一级玩具的一个想象啊，非常的不赖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了啊，它是有非常足够的武器配备，一把斧头跟一把大枪，大枪还附带了一个喷射的装置。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这个斧头的话呢是可以拿下来，从这个地方你把它扣下去啊，它就会变成了一把更厉害的枪，对不对？那武器的话呢，我们就暂时把它给取下来，就非常有 power 的感觉。然后基本的涂装也相当可以，这个塑胶的颜色也算是好看了，并不是那种死灰的塑胶啊，都是有一点金属光泽的。然后为了证明它是正版，还特别偷胶啊，就证明一下。那么讲到偷胶，它的一个空洞处的话呢，翻到手臂内部居然没有很空，对，但是大腿内侧还是有一点，但整体来说已经非常的赞了。然后背后可以看到背包也几乎是不存在，有一个像是蜥蜴一样的这个头冠，但是一点都不会觉得累赘。然后非常清晰的派系的标志。那可动的话呢，连腰身都可以转，头也可以动啊，头是可以左右转。它唯一会让人觉得有点不爽是它其实没有额头肌转动的关节啊，其实是没有，它是在比较偏下面，所以转动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一下，就转下面。那这个武器很紧，那转手拔下来的时候，有时候这个地方它是没有打铆钉，有时候这个手也会稍微去掉下来，但这都是很小的问题，非常非常非常小的问题。有一个接地的关节，那它的最精彩的呢可能还是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。那我们就直截了当的进入它一个非常精彩的变形过程啊，非常的让人有一个惊喜感。手臂把它往下搓啊，腰部呢也可以先旋转180度。它真正会让我没有意想到是它的这个整个身体是要往上拉啊，是要拉开来，这个拉开来这个下动作是非常精彩的。然后呢我们再把头给往后推，接下来呢做两个大回旋。第一个呢是把这一个头的龙头给转一个180度。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啊先把这个龙的嘴啊从里头给抠出来，先到这边。再来怎么做呢？看到没有，这是它身体。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把它往这边转过来，然后会卡住，卡住一下。卡住一下之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部件呢给往前面给放下去。那这里啊记得把它给捏住，然后把它给往下放。这个地方。应该是说这个龙头先往前面。这个去 A 到了啊，这边到这边。好。然后记得这个地方是有卡住一声的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刚刚的这个变形的步骤继续把这个手啊提到前面来，然后手臂这个兽形的手啊，这个就不用特别解释，你看形状也就知道了啊。那这一块部件的这样一个翻转呢，是会让这个部件呢整个是打平的，能够让我们能够扣得到啊，这个变形是非常妙的。再来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啊
这个脚就比较简单了啊。首先想往上拖一点点，然后侧边这一块尾巴这里把它给往这边转出来，然后继续往上翻一点点。到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部件翻折180度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联动的关节，把它整个往上面打上来，然后继续的往前面翻上去。然后往上翻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就有空间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尾巴给弄出来，哎，整个就翻出来了。然后脚的话再将它释放出来。那这里也是一样，先把这块部件往侧边推一点点，然后呢这个脚往后面，不对，应该是先翻再往后面，这样才不会去干涉到。然后继续往上折，折到一个空间之后啊，就有足够的一个位置可以让我们把这个尾巴给翻出来，然后就继续的往上面做一个包覆了啊。然后呢尾巴中间是有一个组合的，两个组合之后呢，它上面这里啊有一个红色的凸，跟这个金属部件这里是把它按上去，按尽量用力把它扣紧啊，那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三角龙铁渣的一个变形过程了。它这个拳头啊，人形是这样子，那兽形就往上推而已啊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变形的过程。然后这个头上这个脚啊，你要往前面还是往两侧啊，随便你啊。然后这里啊，它是有一个灰色的凸，是可以扣进里头，这个你要讲大变色也可以，黄色的这个部件里头是有个洞的，这个嘴巴可以开，啊，稍微把它开一下好了。那头转不转随便啦，我刚忘了转了，没事，就这样子吧。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，可以说是让我最当时没有看这个影片的话呢，是真的不知道这一块红色部件啊是要拉出来然后再旋转了，如果没有这个步骤呢，是没有办法变形完成的。算是现在官方的第一集的玩具里头呢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了。然后它所配置的武器啊，就以这个形象，我们就把它给扣在上面啊，这里。那这里这个洞啊稍微有点小啊，稍微有点小，你再这样扣下去的时候呢，稍微以我手上这一款是稍微有点，你要慢慢的把它给旋进去啊，你硬扣的话呢，这个地方会硬扣的话它会撕会裂开啊，对，硬扣会裂开。好吧，那今天的话呢就非常高兴啊，对，看讲讲可动好了，其实也不用特别看了也就知道了啊，就非常感谢这位从小学看到大学的这位同好朋友啊，非常感谢你啊，跟我们一同分享这款玩具。那就利用这一集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，非常不赖啊，赛博坦制的玩具我这样看了一下啊，对不对，侧边还有其他恐龙小队，这个我再想办法去弄到手，把这个系列给做一做好了，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玩。好吧，那就是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